学到说，原来那些神教、那些乐高，不再只是要看图案、设计图才组装的出来，靠自己的想象力、天马行空，也有办法组装的出来。那刚刚摸的那个小神教，我觉得很特别，因为在平常生活中是不可能出现，在庙宇才会有。那我们看到他们有结合他们小神教的这个制作，那其实小神教的制作呢，他们在童军方面的意义就是说，童军也是有推广手工艺，那藉由手工艺的制作，可以让你的手指更灵巧，那你也会手指灵巧之后呢，你的头脑也会更灵活。这是用冰棒棍，还有一些竹筷子，还有一些灰积木等木头把它组装起来，那小朋友都是自己动手做的哦。会开设小神教的社团来教他们继续进阶，所以我们小神教的发展哦，从这种冰棒棍的小神教创意的一个想象哦，所以我们透过积木可以激发小朋友无限的想象力，所以积木刚好结合，这就是雷射雕刻的小神教。那神教有分成文教跟武教哦，这个叫 MBOT 的机器人，然后机器人跟小神教我们把它结合在一起，那未来我们也可以发展东港特色的那个雷射雕刻的小王船。就把教师节的时候呢，会有祭孔典礼。那我们祭孔典礼的话呢，我们就会有安排小朋友跳六一舞。好，你知道六一舞吗？就是穿那个黄色的，啊，这边有羽毛的。三级工，我们提醒童子工哈，逼我们幼童军啊，学业进步，科学图会门禁哈，身体健康。提醒童子工，逼我们台东市的东海国小哈，这些幼童军还有带队的老师，阖家平安，身体健康。他们学校的一个特色呢，就是孔子祠，这也是在全国的学校当中仅见的一个一个建物。那我们借由参观这个孔子祠这个特色呢，可以让小朋友更能够对于我们的一些历史能够更了解。他在脱樱花虾的时候，他有休息的时间，他们可能要去捕咯另外一种的鱼类。就是等于说像是一网打尽一样，就把我们网子放在那个海底下，那一直走一直走，然后再把它捞起来。这个好像要会说，或者加上一个专门在探测它的无线电的那个信号，它在什么地方？它探测到的时候，表示它的人怎么原神，用那个方位探测机器把我们的原始的方位。把它找出来的鱼货就可能在那个岩绳钓上面，然后我们就慢慢就把它拉起来。那我们要拉的时候是用人力拉吗？绝对不是，还是用那个机器。在后面那边这边被收住了，在后面往前拉，把这个无线电它的信号收到以后，然后把它找出来就可以找到我们的有没有鱼。
信号会比信号呢会比较粗的东西呢蛮好用的，再出去这样子。可能是上个月是上礼拜去抓多少年前没卖，那边是一卡，那边也在那边跑那鱼市场，所以都在那边交易。对，那他不会跑来跑去。他为什么要有那个前后都告诉老师？他为什么你们有在通心神吗？你们没有做通心神吗？早上3点凌晨3点出去，然后我们到现在不可以抓到花钱旗鱼了，尾鱼。他们不抓，他们把那个移出。他们已经回来了，对，知道吗？快点，你在那个……啊，那么一场抓到就快交了，快交了，就拿，明天就来买了。我们知道，我们大概准备了个几货。